吐气的时候每吐一下就是会让自己的头再下去一点，但其实是透过肚子。你挺柯软的耶，你挺柯软的耶，没错。那你手好安吓我一跳太迟都可以都可以。那你在这边脱鞋子，脚踏实地。所以穿鞋子就不是脚踏实地了。我觉得真的假的？我自己。那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好好脚踏实地做人。我尽可能。我不要。吐气的时候每吐一下，就是会让自己的头再下去一点，但其实是透过肚子。你挺柯软的耶。没错。那你手撑下，撑到这边。在哪里？这可以拉更紧哦，对对，它可以拉更深一点。会碰到我的脚，把脚打开。可是我这个啊，你看，直的，我放松，我不用力了。一来真的假的？就只能这样哦，我不能头碰这里。那个我也不行。再来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薄度。然后再加上我刚刚那样甩，就有天然的破洞了。里面会有一些洞，可以让它透气。错洞。我先上油。怎么样？很贼，这个披萨很贼。我一定要把它弄得很强。今天没有成功，不能休息。我就给这一下，还是再给他一分钟的时间，还是再给他。哦，好好好好好好好，我懂，好，来喽，要多久？你大火要多久？这是一个赌注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英文版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我很怕他笑。好，来。锅盖放哎。做我觉得那颜色。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那我就随便剪喽。这个声音，可以，这个声音来了，来，这声音很好听哎，是不好看吗？那去，那盘须，就是差那个咖喱粉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可以终于吃正常的披萨。